这个线宽太挑战技术了，看一下哈。哦，左边还差这么一点点，哦，没有技术是不行的。看一下，第二位，第二位的表演更牛了，左边还有这么多，那右边呢？大家看一下哈，反正左边是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现在开这个车过线关，你没点技术都不行，老司机再宽都能过，新手是再窄都过不了。同样的线宽，你信不信？这个大货车慢一点它能过，但是新手朋友哈，开咱们的这个车是过不了的。哎，要刮到了，哎，差一点点，看一下两侧，右侧，太紧人了。是不是？我发现哈，开这张了别的不行，开这张这个别的不用写，这个过线宽你一定必写的。同样的路，你发不发现哈？你就感觉哎呀，我们的车感觉好宽呀，我们过不了。你看别人都过了，自己过不了，是不是好尴尬呀？所以开这张路，新手朋友哈，在过这种线宽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掌握一点咱们的这一个判断左右的车距的这个技巧。不然哈，根本就过不了。我真的是有点佩服这个司机，真的是强啊！